装回这个螺丝和弹簧。 手指动脉就是手刹类似的。开始装回卡簧，装回垫片，先装垫片。卡簧要用这个钳子啊。 装回手指动的卡簧，拧紧线束上的螺丝，用老虎钳辅助，拧紧，螺丝，安装手指动。 拧紧螺丝，手指动安装好后，将这个固定螺丝拧上车架。拧紧螺丝，拧紧固定下的螺丝。 这个叫微动杆，装上脚趾动的微动杆，微动杆销走拿下，拿下销走，就把脚趾动上，脚拆下了，拆下脚趾动上的微动杆，拿下销走，把脚趾动，这里装掉，装好，将销走装回。 装回什么？销走呀。装回销走。开口销，走。装回开口销，中间插进去那个叫销走啊。嗯。装回开口销。粘螺丝。螺丝。
加螺丝固定带。加螺丝固定带。固定到变速箱。将螺丝固定在变速箱上。松松啊，等看看好点心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看看，将螺丝拧紧。拿掉脚自动上的。油杯座安装至门上，我给你讲，将油杯座，看油杯座的，油杯座架，油杯座安装在后备箱上，安装进去。拧掉，放弃。现在装轮胎了。装自动硬管了。装自动硬管。要把这个塞这个放气螺栓拧掉。拧掉，装自动硬管，先拧掉放气螺栓。里面的筛子拿掉。好，拿掉，拔掉这里筛子，跟你讲，拔掉。拔掉筛子。你要拔掉筛子，将硬管从这里面。将硬管。塞进车架。将硬管这头线手带了。手拿了。手带紧。将硬管这头先用手捏紧。嗯。好的。将还有头。将另外一头。装在。装在。手带了。装在那个叫什么位置啊？底部，自动棒底部。自动棒啊。嗯。自动棒的底部。嗯。将手带牢。将手抓住。带紧啊。带紧。好嘞。单手拧紧。自动硬管。自动硬管。嗯。手拧紧轮毂侧自动硬管。嗯。再将螺丝孔。再将堵头塞回放油孔。拧下来这个。